跑去高雄。Check in， 旁边就是一个餐厅。这应该是通往客房的电梯吧。迎宾的饼干跟水。搜搜，哇！而且它窗帘就自己打开了，啊，它好像是有声控啊，すごい！大圆柏就在对面，哇塞！太赞了！戴森的吹风机，好棒哦！然后两个洗手台，早上起床就不用抢着洗手台了，还可以泡澡。然后这边可以放你的 iPad 啊，放你的书，也太高级了吧！我都是用大理石的，瓷砖的设计还蛮高雅。那这边是淋浴的，淋浴间。连蓬头，很棒哎！这边旁呢，它有一个可以放行李的鞋带、拖鞋，有体重计，吃太多的时候可以量一下。厕所就一定是免治马桶咯，然后跟 TOTO 的，它其实一楼大厅的厕所也是很高级，好棒哦，喜欢。按键也都好高级哦，窗帘，小美西，请帮我开房间的窗帘。好的，已为您打开窗帘。这个水壶很高级耶，水是 Nespresso 的咖啡胶囊在这里，还有一些手冲的，迷你吧应该是要钱的，所以大家喝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价位。logo 又让我有一种像精品的感觉。哎，这里有个包包，我以为他要送我一个名牌包。不，这是让你去运动的时候可以提的。你在去游泳啊、去运动，可以就是自由利用他们这个包，做的还蛮高级的，有点反光。
下又要吃另外一间餐厅，所以我想说先来运动个30分钟。小美西，冷气风速调大一点。好的，已为您将空调风速设到强。好厉害哦！暴走追剧时间。洗完澡擦身体，很香哦。液体原产地加拿大。那我现在在浴室，然后我来做个 ending。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就是放假有来高雄住一下洲际饭店。那因为它是去年开，都很新，然后我对它的那个声控可以开窗帘、开灯，就是控制电器，还有就是一些询问它附近有什么好吃的、啊，还是请它送水。我觉得这个声控的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厉害，房间的空调也相当的舒服，还有它的洗头发啊，然后还有身体乳，我觉得擦起来都有一个很不错的香味。然后看它是加拿大进口的。房间里的浴缸也非常舒服，我今天就是坐在浴缸里面跟大家做 ending。浴缸旁边也都会放盐浴的东西，如果说啊你有去外面啊去逛街啊，或者是去外面比较累回来，晚上就可以泡一个澡，让你自己流一下汗，很舒服。浴缸就是旁边是有 view 的，不管是你白天泡澡还是下午泡澡，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一个享受。那整个饭店的服务都相当的好，那我这几天的吃的餐也都觉得还不错，餐我会在下一集再做一个统整介绍，因为我这一次入住去了三个餐厅，那加上饭店本身付的早餐，在饭店吃的四餐会在下一集介绍。那我就是自己有爬文看它平日的价位，好像双人房5-6千块，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 CP 值还蛮高的。但旺季的话或周末，好像双人房就要到8000-10000上下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。还有可以加它的那个大地会员，订房买一送一，很划算的一个订房方法。